练完了？嗯。累不？还行。我给你拿瓶水喝呗。不想喝水。我们这不好叫车呀。我们这不好叫车。嗯。我这市中心，楼下万象城，我这要叫不着车的话，没有地方能叫着车了。市中心？你们这旁边宝能租金的话8000多，你们家这儿多少钱呀？咱家这儿反正有两套都自己用着呢，也没想说租过呀、嗯，不知道多少钱。啊，两套呀。的确不太好叫车，天有点太冷了。哎，要不小心你送他一下呢？楼下不有地铁吗？大冷天你非得折腾我一趟干啥呢？是哈，大冷天的。哎，老师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你在我们家凑合一宿呗。反正明天咱俩上早课是吧？俺省得来回折腾了。行了，小孩。不是你这么安排，你觉得方便吗？老师，你方便不？我当然方便呀。哎，那正好，我去给你收拾房间啊，床单都是我新洗的。你收拾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不用，你坐这就行。你不知道放哪儿了啊？啊、哦，行。你们家有短袖吗？你要短袖干啥？我在这儿没有睡衣穿，我不能穿这一身睡觉吧？那我借你个半袖，能顶一节课时费不？你可真会做生意、啊。你看这合适不？你的我都合适。别给我整这套啊！哥，你说聊聊都这么漂亮了，她想把身材练好，她是不是外面？你给我少来！你是不是想离间我跟聊聊？那你学学以后再来。那我换衣服去了啊。哎。嗯。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啊，小心有人梦游。我不怕。干啥呢？啊？我吃饭呢，饿了。我这冰箱里都是空的，你吃的啥呀？我点的外卖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我跟聊聊减肥，我不吃。那你晚上饿了不会偷吃吗？我这个人呢，有个最大的优点，嗯，就是能管住自己的嘴。我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不会偷吃的人。那你见识着了？真的不来点吗？特别香。不吃，我是一个有底线的人。要不然咱把这条线往下放放呢？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啊、嗯！一会儿你吃完饭，赶紧收拾收拾走。你想的那些东西，你永远都得不到。我这人也有优点，百折不挠。我想的东西跑不掉。你想试试吗？试试呗。